员仅站在台中大雅分局前，戴墨镜、白手套，手无足蹈，动作整齐划一，骚扰上被民众拍下，影片配上音乐背景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因为不吝是大人们跳的舞曲，是时下最夯抖音神曲《科目三》。看完刀光照亮过黑夜，下过模型如何来方便？看着一梦不过一瞬间。和中国网友自拍的《科目三》影片比一比。群起们的表现虽然节奏感力道稍嫌不足，但诚意十足。只不过大家都很想问，为何远景要练跳科目三舞曲？王甲大甲分局与您同在。原来警方是配合金融机构防抢演练宣导，发挥创意大跳超夯舞曲《科目三》，拍摄宣导影片成果还没出炉，已经受到热烈讨论。以这样的方式去拍宣导影片，一定跟以往来比的话，会效果一定会有大幅的提升。毕竟以往的宣导影片会比较枯燥乏味，很新奇啊，这个就现在流行的嘛，大家都会点进去看一下。民众普遍认为话题性十足，但也有人纳闷，公部门不是禁止使用中国抖音？警方澄清，并非用抖音软体拍摄，《科目三》舞曲只是其中一段影片，完整宣导影片预计将在过年前发布。谢谢黄俊娇这里去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